我们热情的欢迎幻兽大仙。各位现场的嘉宾，各位长官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。早。我是幻兽大仙，今天很荣幸在这边受到邀请。华星艺才的邀请，那我在这边可以为各位表演魔术。那表演魔术其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我现在带着这个 Motex 可回收口罩。疫情期间每个人都戴上了口罩，口罩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安全防护，但是同时也制造了很多的垃圾。所以呢，我们华星医材发明一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使用完的口罩只要放到这个专属的口罩回收箱里面，然后用到我们华星医材专业的工序转化之后，就可以摇身一变。各位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看到神奇的事情就要拍手，因为它已经不再是口罩，而是已经变成了塑胶微粒子。我掌声在哪里？口罩变塑胶微粒子了。大家可能不太理解，变成塑胶微粒子要做什么，对不对？当口罩变成塑胶微粒子，它就是一个新的开始。装起来之后，下一道工序就把塑胶微粒子瞬间再变成可用的生活物件。感谢华星，让我们的生活从丢弃走向永续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幻兽大仙，太厉害了！没错，我们就是要来响应净零碳排，而且这也是领先全球。我们呢，把口罩做成了可回收的口罩。再次掌声感谢我们的幻兽大仙，谢谢大家。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，我们又再次相见了。大家用餐的同时呢，虽然这边好第一道菜还没有上，我就要趁这个时候，趁你们还没有办法忙的时候，让大家先看魔术。大家都知道魔术是假的，假的东西为什么还要看呢？好玩啊，神奇啊，有趣啊，启发啊。但是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话，那就浪费了。所以大家两个方式你可以看清楚表演，一个是看这个荧幕，但有可能它没有放大太多；第二个方式是你直接离开位置来前面找地方看的，像前面有人拍照录影，对不对？你直接就在这边挤着水泄不通，外面的后面的人看不到，那是他自己不想争取啊，而且后面的也可以看得到荧幕了。大家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，你可以离开你的位置。放心，你的东西在你的位置上是很安全的，不要担心别人把它拿走。那开始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要找一个观众上来跟我互动。我知道，找一个观众，当然找一个漂亮的美女上台，我就已经成功一大半。我刚刚早就物色好这个人选了，所以我现在要来下面接他上来。我猜他故意不看我，旁边的还指他，我已经吓他走了。哎呀，我有这个荣幸邀请您当我的观众哦。请美女上镜。我要让大家介绍一下他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。掌声鼓励。我的荣幸。大家好，我提前被曝光了。
呀、啊！哎呀，我们今天让大家对你更有熟悉感，就先把你的表演暖场起来了。这个我们不是要练习完才上场吗？啊，没有练习，那就是最真实表露了。最真实表露啦。对啊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的。你想请问怎么称呼？我什么称呼你还不晓得吗？好的，在下我本名叫林淑玲，艺名叫 Angela。Angela， 哎，谢谢。OK，Angela， 因为在幻书大仙面前，我们是一视同仁，大家都有体验魔幻的机会。你有变过魔术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有也要说没有，对不对？OK， 我想学。你想学？太好了，今天有机会让你亲身体验。真的吗？这是蛋。蛋，好的，看得出来是蛋。帮我打。这是硬的还是软的？硬的对吧？对啊，有些会怀疑是海绵蛋啊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硬的。还有摇晃。OK， 还有一个袋子在这里。好，两面都没东西哦。待会是这样子，蛋放进来瞬间变不见。你看到这么多的高速摄像机全部都在捕捉每一个动作。哦。放进来就变不见，然后又变回来，大家会拍手，但是不会很热烈，因为第二次。我把蛋变不见之后，会把袋子直接交给 Angela。啊，袋 Angela 会亲手拿着袋子，亲手把蛋变回来。啊，我可以变回来啊！这个时候，就算音效老师没有放那个掌声的音效，全场的这个掌声就是真实的，会盖过那个音效老师的音效。哦，这么厉害，好来试试。对，试试哈。气化嘛要。来喽，先把蛋放进来。哎，这个。有震撼的音乐吗？哎、欸，没有，但是轻松的很好。好，因为只是把一个蛋消失，没什么好震撼的。好，慢慢放进来。丢进去。哎、欸，好，来丢准哦。真的在这，对不对？可以捏一下。确定哦。哦，我双手是没东西。好。就在我手掌上，再拍得到吗，大哥？有没有特写他一下？就这个形状，你再摸一下，确定在。有哎、欸。有哈、哦，你看到、哦。1、2、3，三秒摸到下一秒就咻，哎，不见了，为什么？太神奇了！说没就没，哎呀，这个前面后面看没有就是没有，对吧？没有了。好 ，Angela， 因为等一下要换你变，所以我要教你怎么变。好紧张。你拿到袋子之后，眼睛看前面，然后想象前面有个蛋。哦。好 ，Angela， 你看我示范就好了。好，我看你。然后放开右手，抓空中那个蛋，往上一丢，袋子一接，慢慢把蛋拿出来，观众就会拍手。哇！你看吧，这个是音效老师放得太大声了，你也放水一点，让他们有机会盖过你。第二次要把蛋变不见，就换 Angela 了。哎，你看，再摸一下，有在吗？有。大哥，有吗？看得到？有，明明就有，但是瞬间要，这么 OK 啊？没有就没了。OK。知道我要干嘛 ？Angela， 对对对，你已经要把麦克风放下了。对对对，放下，对对对。你变得出来，只要你相信。你看一下，真的没东西吗？真的没有啊。好，请伸出左手。哎，没有。等一下，我的处女秀要在这里秀吗？你的第一次魔术秀就来了，就来了吗？对啊，对啊。掌声大一点好不好？掌声在哪里？对，谢谢。的确，处女秀绝对值得更大的掌声。请伸出左手，抓着这个旁边，右手抓这边。哎，靠近你自己，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东西。没有，没东西哦。好，看一下前面，想象前面有个蛋。想好了吗？放开右手。抓空中的蛋，往上一丢，左手抖一下，有没有感觉？哎、欸，好像有哎、欸，怎么会？这个是用演的还是真的？慢慢拿出来看，真的有蛋。真的有啊！你就拿出来。各位观众，成功了！哇，成功了！掌声快点！音效老师已经放水了，你干嘛？快点，掌声大一点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
再一次掌声谢谢 Angela。我不敢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 Angela。各位，桌上这个东西一摆，我相信很多人划过一片，知道我要表演什么了，就是这个经典的魔术——三仙推动。今天我要先讲，没有榴莲。没有榴莲，所以你们不要抱太高的期望，就算你们等一下安口榴莲也不会出来，我变成是魔术，不是魔法。那我一心在孤零零在台上很孤单呢。这个三仙推动是近距离魔术，当然你可以看那个荧幕，或者你可以接受我的邀请，来到台上，直接在我旁边看，在我后面看，来个四五个人、六七八个人、十个人都可以。你想上来近距离看，幻术大师的幻术，你就放下筷子，就能来个五分钟体验一下。来吧，我看到已经有人了，来，快点，直接到台前，直接来。哎，再来，还有没？哎，大家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，这些勇者。好，还有再来，还有吗？想要近距离看幻术大师，你们随时想来都可以来。那我们现在就，我们就让这四位观众站到我旁边。好，那中间帮我留一个空间给摄影师捕捉画面。哦，来了，各位朋友，三仙归洞，你们可以录啊，因为不担心的，因为我已经修炼很久了。我看一下，哦，拍得很特写哦，我、哦、拍这么特写、哦，特写，哇塞。特写到这种程度啊！对，要给摄影师捕捉。但是你要至少三颗球要拍进同一个画面的。好，来喽，大家三仙归洞，以前是赌博，今天不用赌，你就专心欣赏这个手法就好了。三个在这碗盖上，拿球放进去，这个也盖上，抓着之后，这几个，一个进去，进去就变凉。你们还不拍手，可能是在等这个，对不对？这个盖上之后过去，你看没了，没了，就三仙推动。哎，必须这样子哈，音效老师不要再放音效了，我要的是真实的掌声。真实掌声在哪里？啊，谢谢大家，再一次哦，哎，你们在旁边录有录出什么？有录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吗？看不到，那就对了。哎、欸，这是魔术，魔术啦！再一次啊！哎、欸，我突然这样子是怎样？更近一点。我可以啊！那你要录到桌子，干嘛你录我？好，来了啊！再一次啊！盖上拿球放这里，盖上抓着之后进去，看到没？就这样就进去了几个？两个啊！过去，这样子呢？哎呦，完全听这根子了是吧？都回去，你看就没了。这里就几个，三个。你又说三个，这盖上回来，哎，还可以回来呢。哎呀，你们不拍手是因为没有三仙归洞吧？盖上，过去没有三仙归洞了。哎。好啊，掌声。哎，慢动作哈、哦，很多人都想看破绽。都说大仙，你变得那么激动，那么快，太快了，慢一点就可以看出破绽了吗？球这样子慢慢放在手里面，对不对？够慢了哦，这样盖起来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看那个先生好像有想法哦，你没有想法哦？这边几个？一个。这一边一个对吧？我拿这个。一边一个对吧？一边一个。我等一下喊进去，这里就变两个哦。在这之前，当然是一边一个嘛。那你看哦，盖上之后拿球碰着，哪边一个哪边两个。过去，要不要改答案？我马上改答案了、哦，改这边两个、哦。三个，哎，那就错了。哎，那你看盖上过来，哎，真的可以变两个啊！你要三个的话。盖着，放这，盖上，你过去，没了三星推动。哦，哎，好了，
我在想，那先生，你，请你把手机放下，因为如果来，你左手可以借我吗？这样子哦，意思是你拿着碗，抓好哦，就盖几个，盖这一个哦，然后另外一只手也来，哎，抓住，哎，压着了哈、哦。如果这个瞬间变走，厉不厉害？厉害，一二三，变走了，有感觉吗？有动一下哦，是哈、哦。那如果这样过来？打开没有？你会不会吓一跳？我也很惊吓。各位，三仙归洞的最高境界，回去！开开开开，快开！快开快开！不用下注了，直接开一看就回来了。谢谢大家。你们真的知道我在变什么吗？你们真的是你们瞎拍手吧？啊？请问怎么称呼？杨先生。杨先生，接下来你要讲实话，有没有哪里不对劲？就是有感觉一股能量在收你，一直在跑的好处。经过大师的引导，我就是能量有快窜头的感觉。杨先生，你讲的太玄乎了。我其实想表达的是，刚刚好像过去过来，其实有东西过来了，你有感觉吗？我想看就是能量串逃的感觉。什么能量串逃的感觉？请问你的手表还在吗？手表呢？手表过来了啦，各位朋友，手表已经过来到我手上，大家再次掌声献给杨先生。谢谢，靠近一点，不要怕，哎，好，你不要录了，现在你变主角了，哎，请在这边大家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我们称薛 ，OK， 薛先生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头发很长吗？你很羡慕吗？头发长的确有功用的，这样一拉就可以拉出钱了。哎呦，但是就算没有，哎，有钱要找地方藏，就算不是头发也可以存一桶啊，所以薛先生不用担心的。啊，没有，这个你不用变，我变就好了。啊，可以一直拉钱出来。薛先生，你可以检查一下我头发。哎呦，你这个检查很仔细哎。OK， 现在已经三个钱没有拉到第四个钱，然后再拉又出来。哦，薛先生这么近距离的观看，应该是一个很特殊的体验呢、啊。什么都没有，要钱一拉就可以有钱了。这个钱还可以掉下去，还可以这样就飞上来。哦，你一定没有看到，大哥，特写拍清楚了吗？这叫掉下去，然后这个叫飞上来，这个叫掉下去，这个叫飞上来，而且拿起来又飞上来。抓起来往薛先生，哎哎哎，这次是回去，回到头发里面，因为硬币太小，大家看不清楚，那就准备一个大一点的。太大了吧？这就是一个超大的硬币，自己拿着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超大的硬币。朋友们，为什么这么多硬币都可以藏在头发里面呢？薛先生。你想知道秘诀吗？虽然你个人用不上，但是可能可以分享给他们。是因为我的头发里面有住一个会计师，帮我管钱。薛先生，我的会计师很性感哦，你想认识一下吗？想哈，他叫爱丽丝，来了哦，爱丽丝，帮你介绍一个帅哥。薛先生，对，爱丽丝喜欢你哦，可以伸出一只手。可以可以，小心哦。
哎呦，好，别，我帮你，哎，别。OK， 好，各位朋友，时间过得特别快，快乐时光已经过去了，我们的表演就这边告一段落啊！感谢刚刚所有上台帮助我们的朋友，也谢谢在下面所有的观众，谢谢大家。我是幻术大仙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，玩得愉快，谢谢，再见。谢谢幻术大仙，也谢谢我们舞台上所有的伙伴朋友。